最近明学这么火，不如我。猫爸爸，今天中午咱们吃啥？这个问题不用讨论，都听我的。听你的？到底吃啥？我觉得上次的小鱼干挺好吃的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觉得不行。你觉得不行？那你觉得什么行？这件事不需要讨论。嗯，我错了啊！我去煮饭了。